咪得哟啊哦啊哦奇奇嘎，風の中に揺れてる。来てよ真の言葉が正しい道指している。三次新聞新聞は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七と四国に対しその共同宣言を受諾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り、そもそも帝国新聞の我的名字叫天明，据说是我父母亲对未来的一种迫切的期待。母亲说，她跟父亲看到我就有信心，未来一定会更好。头发稍微修剪一下，好吧？好。我是在最坏的时刻出生的，那时候天最黑，可是黑到底，黑到尽头，就是天要光亮的时候。天更的嘛，今天来的刚好，我们等一下要采访一个政治受难者，先进来坐。我们现在有机会坐在这边讨论民主这件事情，是他们受到很多的痛苦，用他们血汗换来的，所以我们看得到这个曙光。啊，对我来讲，咱的责任哦，就是延续下去，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真正的民主。啊，这是不简单的任务哦，欢迎你加入我们。我今日要跟你讲的是政治意识的篮球里底有真多是翁阿母同齐抱怨，迄阵啊，甲我共阿爸的一个朋友男友，迄时阵伊某已经有信了，反正留下来的。你说我可能记住你。文丽，你去放传单的时候一定要做设计的，知不？嗯。这抓到会退学呢。同学，我们现在正在举办一个联署是吉他社的，因为学校无缘无故取消我们的演唱会，所以希望你一起支持吉他社。好啊，好啊。好啊，这边。你们还在搞什么联署啊？这样有用吗？搞得成吗？而且大型集会活动有多危险，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外面的传单都已经跑到学校里面来了，到底是谁弄进来的？我们现在还在查。你们吵这件事情吵几次了？好了好了，回去回去了，回去了。一定啊！哎，我大家先讲，唔免啦啦。我是要来甲你通知一下啦。哦，恁后生伫学校牵人参加一寡有诶无诶团体，啊，你敢拢毋知？我毋捌听过呢。安怎样？顶头已经交代落来啊。遐物件哦，毋通甲你共款。讲话敢着安尼啊？我过去是安怎样？恁甲话讲清楚。像你过去安尼互乖，啊，敢着较好？宏观是我的代志啦，甲你什么地带啊？是安怎样啦？恁家吼，规家伙啊吼，拢是反政府的啦，是安怎？你想好清楚啦，反政府哦，无啥物好结果啦。天明啊，我知你以后参加真侪政治的活动，你一定拢用找到厝内底啊，互咱真大压力。
我请你甲我以前遐朋友同款，真有热情，嘛真有理想，也毋过结果咧，因受到偌大政治迫害，你敢知影？伊下方卖阁买遐有诶无诶啦。我们这一代受到的苦，绝对不能发生在你身上。我们又没做什么，我们只是表达自己的意见。我想要了解自己的历史，这样有错吗？该讲的我拢讲啊。所以你那群朋友到底做了什么嘛？你给车还！加倍大！加倍大！你给车还！加倍大！加倍大！同学们，现在全台湾都已经纷纷起来反抗了。如果你们家乡有发生状况了，请好好去支援。即摆上重要个啊，就是爱先开市民大会，甲所有市民意见拢收集起。这是我针对目前政治改革的建议书，你先看者，咱再过来讨论。阿母，阿母，大哥，我拢回来啊！阿龙，卡斯，咱一家伙已经过真久无安尼做伙食一顿饭啊，尤其是文雄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拍拍照。文雄啊！文雄！文雄啊！兵要来抓人啊！洪大叫我解救啊！紧走，恁两个紧走啊！走好啦！杜尚，来抓人啊！紧走啦！袂啦，伊应该袂安尼凊彩抓人啦。天君，那是紧闭起来啦！我也无做唔着代志，我是哪要闭起来啦？过去哦，我去找因讲，民众的反哦是有原因的啦。都十岁有啊，行啦！政府管理的方式一定要改啦。我已经行啦，行后边啦。都十来呀啦！就是你阿弟啊，紧走啦！明星，明星，紧走！都十，紧走！都十无代志，进来。李正坤，我是。顶多一单位，总来咱凊彩抓人。别抓人啦！你，大哥，放手。大哥。你儿子嘞？疯婆子。每个时代总要有不怕死的人。卡桑，他们那一代为了台湾这块土地在打拼，不管多危险都不放弃。那我们这一代呢？如果我们出面，台湾会不一样吗？文雄，我们要蓝的紧温暖的怀抱，骄傲的祖先们珍视着，珍视着我们的脚步，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筚路蓝缕，一起山林。不要忘记。12月28日起，
周一至周三晚间九点，灿烂时光。